大家好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那我们现在开始吧。一，下个月中旬，我要去上海参加一个会议。二，我们这儿可不像广州，冬天挺冷的。三，每天早上挤地铁，真是太痛苦了。四，刚开始开车的时候，我特别紧张，车一多就害怕。五，我还没有开车上过高速公路呢。六，那条小路我不太熟，咱们还是走大路吧。七，我和朋友一起住，房费一人一半。八，我已经20岁了。想找个房子，从家里搬出去。九，最近我找的房子不是位置不好，就是价钱太贵。十，我爸妈对我的教育很严格。11，我嗓子疼得说不出来话了。12，他一见到我就开始说个不停。13，今天老师批评我了。14，听了事情的经过，我觉得这次是你不对。15，我已经向他道歉了。16，你有什么解决垃圾问题的好办法吗？17，最近乱扔垃圾的现象十分严重。18，为了保证安全，政府增加了夜晚巡逻的人数。19，我建议迟到的人交10块钱罚金。20，这个上面有感应器，把手放在它下面，水就出来了。一，下个月中旬，我要去上海参加一个会议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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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，我们这儿可不像广州，冬天挺冷的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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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，每天早上挤地铁真是太痛苦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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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四，刚开始开车的时候，我特别紧张，车一多就害怕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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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，我还没有开车上过高速公路呢。我还没有开车上过高速公路呢。我还没有开车上过高速公路呢，我还没有开车上过高速公路呢。六，那条小路我不太熟，咱们还是走大路吧。那条小路我不太熟，咱们还是走大路吧。那条小路我不太熟，咱们还是走大路吧。那条小路我不太熟，
咱们还是走大路吧。七，我和朋友一起住，房费一人一半儿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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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八，我已经20岁了，想找个房子从家里搬出去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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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九，最近我找的房子不是位置不好，就是价钱太贵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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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，我爸妈对我的教育很严格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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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一，我嗓子疼得说不出来话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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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二，他一见到我就开始说个不停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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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三，今天老师批评我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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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四，听了事情的经过，我觉得这次是你不对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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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五，我已经向他道歉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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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六，你有什么解决垃圾问题的好办法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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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七，最近乱扔垃圾的现象十分严重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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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八，为了保证安全，政府增加了夜晚巡逻的人数。为了保证安全，政府增加了夜晚巡逻的人数。为了保证安全，政府增加了夜晚巡逻的人数。为了保证安全，
政府增加了夜晚巡逻的人数。19，我建议迟到的人交10块钱罚金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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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0，这个上面有感应器，把手放在它下面，水就出来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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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，那我们明天再见吧，拜拜。